你可能不知道，就是这样一株小小的植物啊，却是很多采药人的梦想。那么它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呢？朋友们，这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紫金牛了，它具有非常高的价值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。紫金牛是报春花科紫金牛属的一种常绿的小灌木，因其根茎、叶背面还有果实为紫红色，价值如金牛，所以得名紫金牛，别名也叫不出林、矮茶、两伞盖珍珠等等。它的叶子呈椭圆形，边缘呢有很多细的锯齿，叶子两面呢都是没有毛的，而它的嫩茎干呢通常备有细微的短油毛，从断面来看呢里面是幼稚的，到了老茎干呢则稍木质化。它开的是向下垂生的粉色小花，非常的精致哈。此外呢，它还有一条横走的主根，长有很多的须根，在主根处啊也会长出新的株芽，因此啊它也可以分株繁殖。那么这个紫金牛啊，它也是一种知名度非常高的中草植物，应用非常广泛，有些地方啊还称它为药王草。此外呢，它还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，所以说啊它浑身都是宝。朋友们，你对紫金牛还有哪些了解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关注小满，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。